没错。哎呀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水军。今天开始我们的第好多期嘞，等一下哈，我瞅一下的戒色经验。第37期戒色经验，今天呢是星期六，然后呢今天是2010年10月17日，今天是我的戒色天数37天，戒断感应，积极偏向。今天就谈戒色经验，撸完腹痛、意淫导致的疾病睾丸和下垂第21季。最近看到有戒有反应，之前所以破戒是因为看了暗示性内容。哦，这个我要说一下。这个 S 性内容，比如说"性感"这个词语就很有暗示性，还有什么"清纯少女"这种词语也很容易让自己想偏，什么"大兄弟"啊这些，也属于暗示性内容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邪淫的人，一般对女性是很感兴趣、很高兴的，对你来说是一件 very good interesting thing。如果你是一个纯洁的人，反正我不是一个纯洁的人哈，那就会对女性就像看男人一样。所以说，一定要把自己那个贪色之心回归本源，本源就是没有好坏，也没有贪色不贪色。反正我说的不是大道理，我也不懂，我就说说自己个人经验吧。
乖乖。Hello everybody, it's me. My name is Johnny Sam.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video. Don't forget to support my channel and more new video. I hope God bless you because I in God we trust. Thank you.